咋了？我这个病呢，你脸都在发冷一般般了，你上了火啊！唔系癫得咁紧要系咪啊？你啊，呢、這个间歇性嘅癫狂症，真系攞命啊！照佢哋两个所讲，苗翠花的确系抑子成狂。虽然方世玉死咗，但我始终都唔甘心。第一见到苗翠花癫咗，都算系一个补偿。恭喜师母了咗心愿。恭喜师母。带佢哋两个账房攞钱。系。请跟我嚟。多谢夫人。既然了咗心事，呢度亦冇乜嘢再值得留恋。爹，后日我哋一早就翻山东。嗯。哎呀呀呀！冇嘈啦，乖啦，乖啦，哦，乖哦。哎呀，就唔同啦嘛吓，都唔会咁难睇嘅。好啦。得啦。得啦。睇睇。死啦死啦！你睇定我，查到好似鬼咁样，点见人啊？真系，女啊女，我睇咧呢个咁嘅间歇性癫狂症咧，长此下去都唔系办法嘅。唔系咁样，点得啊？点呃过李小云啫？唉，好彩啊！佢两父女天朝一早就翻老家噶啦。唔系啊，你知嘛？成个杭州城啊，都系个雷家耳目啊！你是但俾我知道咗啊！始终李小环都会知噶，压得几耐就几耐咯。唉，话虽如此，但系我见到荣春个样咧，我系真心噏。嗱，而家器官啊，一海，咁可能三年、五年、十年都翻唔到嚟噶喎。咁唔通叫阿荣春？哇，最后尾等到佢打晒闸，但系又唔话得俾佢听。就系咯，你知唔知啊？嗰阵时系九年生咧，希官就同我讲，希望永春去忘记佢。但系今次翻嚟，我见到永春咁痴情，我点开得口嘅啫？叫佢分开，一定要谂个办法。喂，咁你又话翻广州啊，回你老公嘅？迟啲先算咯。你点忍心眼白白见到呢对小情人咁分开啫？系咪？你有咩办法啊？细佬喺度就好噶啦，以前有咩事都系佢揸主意嘅，而家净系我一个人。谂到啦，忘记咗啊！我见叫我递信俾佢老豆噶。方夫人系你啊？哦，我一早知道你翻咗嚟啦，不过佢哋话你癫咗噶。如果我唔揸低扮疯，点见到你啊？我都估都系假嘅。卫乾啊，同我讲话你系最多计仔。系咩？啊，佢嘅了解我噶喎。系、哎，佢哋想少林，你冇话俾人知啩？冇啊，半句都冇讲过啊。诶、哎，卫乾佢好嘛？嗯，好过呢度啲咯。啊，系、啊，卫乾咧叫我带封信俾你喎、啊。啊真嘅，仲有啊，嗱，呢啲钱系俾你嘅。仲有，佢话你中意食嗰个马蹄烧饼。佢边度有咁多钱啊，夫人？呢啲钱系你嘅，一样啫，是但啦。攞翻佢啦，我走啦。剩低咧，我惊俾人哋发觉啊。哦，你慢行啊。唔使送啦。好送，好送。姐姐，只要你高兴嘅，食多啲啦。好啊，哇，做咩啊？做咩咁食？挂住器官啊？嗯。方夫人，你可以提起洪器官啊？咁你个病，我一早已经话过噶啦。我呢个病咧就是好是坏嘅，可能咧今日嘅酒送好，我咪唔发作咯。我个好姐姐啊，你话俾我听器官点样啊？去咗咁耐，到底几时翻嚟呀？姐姐啊，你唔好再发癫啦，
我求下你话我听，希君佢好吗？我好挂住佢，挂到肝肠寸断啊！佢好，但系咧，点啊？希君佢又发生咗咩意外啊？我要去广州揾佢。佢唔系去广州，佢去咗广西。广西？佢点解会去咗广西噶？你知噶啦，我同阿德哥而家乜都冇晒。不过咧，好彩呢一段日子咧就有器官啦、会见照顾我哋，我哋咧就已经将佢哋当个亲生仔咁样噶啦。你知啦，我哋方家嘅生意将来都要俾人嘅，咁咧佢哋两个都好中意咁样合作生意。但系器官唔系立心要学武，要闯一番事业嘅咩？点解会走去学做生意噶？可能佢为咗安慰我哋啦。总言之咧，你唔好理啦。佢翻到广州，你哋咪见翻面啦。既然希官要学做生意嘅，我一定会支持佢嘅。小姐，到时候咧，洪少爷出门做生意，而你咧就喺屋企度管税。你乱咁乜嘢啊？姐姐啊，咁希官佢系啦，其实咧，希官佢又唔喺度，我真系希望你多啲出嚟玩下，睇下游山玩水。喂，话唔定我遇到一个才貌双全嘅公子哥。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咧，姐姐啊，你讲乜嘢啊？你都知道我哋呢官死心塌地噶啦。唉，永春妹妹啊，天下家啲男人大把啦，你应该俾自己多啲机会啫嘛。更何况呢官又唔靓仔，佢有性格啊，都冇才气，佢合意心肠，佢又冇钱咧，我会有好多嫁妆噶。我唔系话希君佢唔好喎，但系你句句都话佢唔好。唔系唔系，我即系话咧，男人呢样嘢咧，你真系要睇多啲、睇高啲、睇远啲，先至有更高嘅境界。姐姐，你系咪想话啲咩俾我听？系咪希君佢识咗第二个女仔啊？唔系唔系，绝对唔系、啊。我只不过想试下你啫嘛。我知道你哋两个咧真系情比金坚。真系令人羡慕啊！我知道爹唔中意希官，但系我唔怕，我一定会等希官翻嚟。小姐，你唔好入去住，我去睇下老爷喺咩度。啊，小姐，佢未翻嚟啊！荣春，你同我企喺度。你是不是去了找方夫人打听洪熙官的消息啊？你是不是将我的说话当是耳边风啊？我跟你讲了几多次，我们严家是高门大户，他姓洪的高攀不起啊。我是不会答应你嫁给他的，你死了这条心罢了。爹，我以为你是一个很锡我、很开明的爹，估不到你是这么自私的。就是因为洪熙官穷，你就不喜欢他。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？我系为你好啊！唔系，其实我喺度受紧苦啊，爹。当日你将我困住，方世玉死咗，我都唔知道。器官走咗，我连佢最后一眼都睇唔到啊！就算佢走几远都好，你仲系谂紧佢系咪？你为咗一个穷鬼，你作反啊你！爹啊，我唔系啊，你永远。都是我最尊敬的阿爹，我求下你，你不要阻止我和熙官好吗？收声，我不准你再提起洪熙官，快快入你间房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师母出来啊！师母，师母，前辈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老爷，我哋上路。小环，我哋走啦。我喺呢度好好，细玉同希管都好好，所有嘅师兄弟都好客气，尤其系戒律院嘅主持智能师叔，为人和蔼可亲，对我哋关怀备至，从来都唔责备我哋。
傅老爷。九姑娘，同你讲件事啊，等你啊仲开心啊，我帮你搵咗份工啊。哎呀，真嘅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多谢大家都系街坊街里，不过人哋讲明噶，你今日就要去，迟咗就唔得噶啦。哦，咁我换件衫先啊，坐阵啦，啊坐。哎，胡老爷啊，啲饼好似好食咁啊。诶，唔好话气，攞去食啊。啊，多谢啊。花生啊！诶、欸，花生佬啊，你、啊、包花生。哦、啊，好。有啊有啊！老爷，我哋就快翻到山东啦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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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啊！师母，同我买啲花生嚟。系，爹。方世玉，我先嚟杀苗翠花。急，咁仲要打咗惊蛇。杀苗翠花急在一时，杀方世玉就系最紧要。咁而家点啊？上烧啦！三德师兄，佢哋啦。佢哋啊，佢哋有受罚啦。哇！边个啊？好嘈啊！唔通你唔怕人哋知道你带条师妹咩？喂，你个三从四德讲咩啫？咩师妹难听？哎，系啊，明姑娘，今日带咗啲咩好嘢嚟俾我哋食？呢条烧鸡，呢条烧鹅，呢条烧三德，嚟开饭，快食啊！嚟，明姑娘，吓，梅师伯最近冇为难你啊嘛？佢话我师傅有乜为难佢？都冇点样为难佢啊，不过系每日叫佢喺临瞓之前抽一百次经。黄昏之前一定要翻去，呢啲都系拜你所赐啊！师兄你唔好讲啦，其实抄一百次经都唔算系乜嘢。不过以前喺日落嘅时候，我都中意喺九莲山嗰度行下，闻下花香，听下长者唱歌。但系而家就唔得啦。诶，唔紧要啊，可以扮雀仔叫，仲可以送花俾你。唔得，你摘咗啲花，唔系等于剥夺咗佢生命？都系嗰个智能嘅。罪魁祸首是同千斤。好啦，冯警官，你有咁样嘅警戒已经唔错啦。下一位，黄世勇。哎，世勇，唔好乱嚟。傻啦，我点会啫？我会咩？你唔会，师兄，请赐教。得啦，知你条大腿筋好松。Yeah!
棍都断埋啦，唔通你仲想打咩？做咩啊？唔识打短棍啊？做咩啊？做咩啊？发生咩事啊？志叔，唔关细佬事啊，后生。三界，你讲。头先同詹根龙过第二四招，细佬求胜心切，所以先要搞成咁。四招，四招棍都打断嘅咩？我话你公报私仇啊，真。冇噃，学武之人一出手啊，梗系全力以赴噶啦，边有四招呢回事啊？系佢自己技不如人啫。你收声！你做错仲振振有词，不知悔改，我罚你面壁三日，唔准食饭。师叔，四招当然系点到即止。细喐佢咁样做，都系为咗验证佢嘅武学修为啫嘛。收声！边个再帮佢讲说话嘅？就连佢罚埋。系，方世玉系有得同千根，但同千根亦有打佢，净罚一个，唔公平。系啊，啲细佬就受罚，同千根就唔使受罚啦。点解？系啊。好，咁啊，全部一齐罚。日落之前，敲响山上前钟一百次，否则就面壁一个月。顶唔顺，顶唔顺咪认输咯，一齐面壁。面壁思过嗰系你，本少爷唔得闲同你对住四埲墙发吽斗啊！细佬嘅伤势都未完全复原，咁样来回走一百次，点顶得住啊？走一百次唔算系乜嘢，我系担心同千斤嗰一拳，佢虽然功力如深。但是同千斤一向是出名大力的，这一拳。三德师兄，那你劝下细玉，叫他不要再同千斤斗气啊。啊，要我劝那个连玉皇大帝都劝不动的方世玉，那你倒不如劝我早登西方极乐好过了。那你劝下方丈，叫他早点登洗髓经传授给他。唉，子规心严，百年的子规怎可以因为细玉一个而改呢？三德师兄啊，嗰晚我听埋安夫人哋讲，有位少林高僧嘅尸首遗留喺山中，如果可以揾到佢尸首，将佢安葬，就可以达成一个心愿。如果少少啊，少少，佢只系个少少嘅笑话，你净系听少少已经太多啦。唉，太阳就快落山啦，翻去啦，唔系你师傅又要闹你噶啦，少少，多多。多咩嘢好多啊？阿弥陀佛，多即是少，少即是多。自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？跑二十几楼梯，都冇今日跑咗咁多，啲感觉都冇，都唔知呢脚系咪我噶？啊！有冇感觉嘅？智能大师，智能大茶就差唔多。细声啲啊，俾外边啲人听到啊，弊噶啦。最多咪罚多次，咁当练功啫嘛。智能师叔实在太过严啦，我平时算个循规蹈矩嘅人啦，我都受唔住。洪喜官都受唔住咧，我睇系时候俾啲颜色佢睇啦。冇错，我哋揾方丈理论，讨个公道。咁仲有咩用？系时候俾智能一个教训。冇错。而家咬住我哋唔放嗰个系黑面神啊嘛，与其受制于人，不如
先发制人。都咁夜啦，去边啊？我去树树，我陪细佬树树，我陪器官树树，我都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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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戒律院，兄弟，准备好未呢？准备好。师叔，发生咗咩事啊？我知唔关你事，你行埋一边。琴晚有人入戒律院捣乱，边个做嘅？自己出嚟认咗佢，或者我可以坦白从宽，从轻发落。我哋琴日接受完极不人道及残忍嘅惩罚之后，翻到嚟就瞓到死猪咁，冇人离开嗰间房噃，系咪啊？系啊，系啊。千金，再，琴晚有边个离开过呢间房？师叔，寻晚黑我都瞓得好冧，发生过咩事？我唔系好清楚。你无凭无据做咩一口咬定系我哋做？方世玉，喺佛祖面前你都咁讲大话，你唔怕佛祖惩罚你咩？好，既然冇人肯认嘅，就全部罚敲钟三百次，鞭逼七日。三人准食饭。好，我一个人敲钟三百次，一个人面壁七日，一个人三日唔入饭。我方世玉一个人做嘅。仲有我洪器官，仲有我胡伟乾，仲有我白安福，仲有我李联发，仲有我李锦麟，仲有我刘东，全部收声。就算全部有份做嘅，都系你三个人搞鬼。方世玉、洪器官、胡伟乾。睇嚟少林寺再唔好容纳你哋嘅。点解净系得我冇你份嘅？可能你比我仲臭啊！方世玉，你哋实在太胡闹。就算你哋勤练书法同画画，都应该喺佛心小筑里面练。做咩搞到嚟戒律院？方丈师，方世玉、洪器官、胡伟乾三个顽劣成性，公然敢挑战戒律院。如果再容纳佢哋嘅，恐怕百年嘅声誉都会毁于一旦。我哋唔系挑战少林，系挑战你，因为你心胸狭窄。你放肆！你顽劣成性，有咩资格批评本座啊？众生本就平等，你口口声声讲资格论辈分，唔系心胸狭窄仲系咩？王世玉师弟，就俾年青人一个讲嘢机会。讲嘢、啊，屡犯子规，仲系口出狂言。我犯咩子规？系啊，你犯咗咩子规啊？公然斗党，大吃大喝，大吵大闹。我哋唔系斗党聚会，系聚首一堂；唔系大吃大喝，系分金同味。不是大吵大闹，是谈天说地的。世玉讲得都好啱，我们以前都是一起谈天说地的。你引诱凌少少胡运，男人和女人走在一起就是胡运啊？定是你自己满脑子不道德思想，日日匿埋幻想？你善未少林之？是啊，以前的事来了，我们已经修心养性，一心在少林门墙之下接受教诲。师傅以及各位师叔伯对我哋循循善诱，我哋本来就好高兴。但系你咧，
每次都針對我哋喺雞蛋裏面挑骨頭，點解？因為你想令到我哋心悦誠服，緊記你每一句嘅教訓，但你又自問做唔到噃，於是乎你就不斷咁懲罰我哋，希望有一日逼到我哋離開少林為止咯。你哋根本唔配做佛門弟子。我唔配你配，戒贪戒痴戒亲，边样做得到啊？动不动当我哋夫夫学学，你根本就犯咗亲戒啦，老友。身为戒律院首座，理应维持秩序，岂容你颠倒是非黑白？黑白系嘛？我而家就话俾你听，咩叫黑白？阿弥陀佛，痛唔痛啊？好痛啊！咁你会唔会嬲我咧？唔会嬲，唔会嬲。阿弥陀佛，哎哟哎哟，痛唔痛啊？点会唔痛得噶？咁你会唔会嬲我咧？唔嬲你，我咩？唔嬲你。大家睇到啦，呢啲就叫得道高僧啦。你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毫无宽恕慈悲之心，咁系咪你错啊？你自己讲啦。先，你睇到啦，佢公然喺戒律院捣乱，我哋实在唔可以留佢啊！做咩拉开话题啊？答咗我先啦，系咪答唔出啊？答唔出，咁你有咩资格撞我出少林啊？放手女犯子规，子规之下你净系识子规，识唔识咩叫循循善诱？识唔识得咩叫因材施教？识唔识得咩叫用你自己嘅方法嚟教我哋？点解要俾二百几条发晒毛嘅子规，宽恕百几年嘅少林寺啫？你睇下呢班人，你睇下呢班人个个目光呆滞，讲句说话都唔够胆，对眼净系识得望住自己嘅祠堂。呢啲就系子规教出嚟嘅人品啊！最后一句。揽住二百条指挥，并不代表你天下无敌嘅死蠢。离手！冇可能，你冇可能接到我一掌嘅。方丈师，方舍玉初入少林，系我亲手练佢嘅，短短几个月。功夫冇可能进步咁快，一定系偷学埋啲邪门功夫。师傅，呢几个月以嚟，我唔系受罚就系跟住三德师兄担水种菜，我边有机会学邪门功夫？智能，你以一招嚟同方世玉偷学外家功夫，未免唔公平。咁样啦，叫三痴三戒认真咁试验一下佢嘅武功，点样啊？由师兄你定夺啊，方世玉。你要好自为之啊！方世玉光明磊落，虎样无愧。阿弥陀佛，师弟请指教。两位师兄唔使手语，你试下我啲邪门武功。这位师弟，你哋认为点样啊？明明系少林拳法，又何来外家邪门功夫呢？智能师弟，你又认为点样？柯长师，我无话可说。大律院的墙壁都已经很残旧了，应该是时候翻身了。哎哎哎哎世翁啊，以后呢就由你做方丈啦。我做了方丈，你哋就阿弥陀佛。差你话点解同千根冇揭发到嘅？世翁，你哋去咗边度啊？师兄啊，你头先唔喺度。你唔好讲住，你哋有边个见过小小啊？冇喎，做咩啊？小小唔见咗啊！我同五位师伯周围咁揾都揾唔到佢，咁会唔会有意外啊？知道唔使问我哋啦。喂，师兄弟，分头揾下啦。
分头揾啦，分头揾啦，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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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小，小小，弟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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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喺度啊，弟友，你唔好喐，我落嚟。你点知我喺度噶？我唔知噶，我头先行到去崖边，突然间有种好强烈嘅感觉。觉得你可能在下面，我咪褪翻转头咯。点知你真的在这里。哦，一定是佛祖带你来的。哎，这里做什么啊，傻妹？我帮你找洗髓经咯。来这里找洗髓经？嗯。你记不记得啊？那晚你们不是说有位少林高僧的尸首遗落在山中，如果可以找到他尸首。找到他尸首，帮他安葬好，那他呢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找到洗髓经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将我伤医好。嗯。你几时开始搵？寻晚啦，不过因为天太黑，看不见，所以跌咗落嚟。唉，佢哋喺度大吹牛皮啫，你咁样都信？我真系想问你，一加一系几多？嗯，你同三德星都系咁嘅，都算我傻。我知道呢个只系一个传说，但传说有真有假，系真系假，边个都唔可以证实，直到一日有人将个答案揾到为止。这个是一个传说，亦都是一个希望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就可以早日得到洗髓经。到时候你的家人和朋友就不需要再为你这么担心了。好，我方世祖发誓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哈灵少少，如为此誓，就罚我三日没饭吃。不好，太没诚意了，四日没饭吃。笑什么真的，行啦，小心着脚啊。来，哎呀，喂，唔系呢边啊！点啊？只脚仲痛唔痛啊？唔系好痛啊！你嘅心口咧，挨咗同千斤一拳，而家仲痛唔痛啊？唔痛。我自从入少林寺以嚟啊，我俾人罚嘅时间仲多过练功，唔系跟住三德师兄担水，就系对住嗰十八个公仔练拳。不讲上嚟奇怪，几个月时间啫嘛，我觉得成个人好似脱胎换骨咁。梗系脱胎换骨啦，嗰啲木偶嘅姿势系十八罗汉拳嘅拳法嚟噶。十八罗汉拳？嗯。我冇，日日喺度练紧十八罗汉拳，自己都唔知。系啊，你咁聪明，应该知道边个喺度帮紧你啦。三德师兄。嗯，你快啲多谢佢添啊。个仲有一个人应该多谢佢。边个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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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少少。嗯，你想点多谢我啊？哎呀，我记得有人讲过，话中意喺日落嘅时候坐喺九连山上听下鸟语，闻下花香嘅。嗯，我哋坐一阵啦。好啊。啊，嗰个师傅佢一定喺度揾紧我啊。他都找了大半日，不差再找一日。好啊，三德师兄。三德师兄，先早晨，先洗面。先早晨，先朗口。先早晨，先吃粥。我不用妹仔。先去哪里，我来陪你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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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想怎样就说。唉，真是知我们者莫如三德师兄是啊。有屁快放，有话快讲。三德师兄，我知道你嗰啲罗汉木偶咧，原来耍嘅就系罗汉拳嚟噶，系嘛？系咩？三德师兄其实咧就有心栽培我哋，但又惊我哋唔专心噃，又惊我哋咧欲不就不成器。我知道你系别出心裁嘅，系咪啊？系咩？师兄，师兄。师兄，我哋问咗你十个问题，你答咗我哋十个系咩噶啦噃？系咩？第十一个啦。系咩？
师兄啊，我都知咧，你为咗我哋好嘅，但你可唔可以老实讲俾我听？嗱，以后我听晒你话啦。真嘅？你啱讲第二句啦。如果你哋肯听我说话，就应承我，唔好同童千根作对。其实佢并唔系一个坏人，只系佢有自己嘅想法同做法。其实佢嘅个性同器官系非常接近。只要自己认为自己做嘅系啱嘅，就会凭住一股傻劲不断咁去做，个脑系唔识转弯嘅。唔使讲啦，三德师兄，有关于千根嘅事讲啦。我睇你最好都唔好理啦。至于我哋男人嘅事咧，就由我哋男人自己解决啦。唔通我系女人咩？唔系，唔好意思。细玉，嘈住啦，师兄。细玉，你睇。黄世玉，你个胆诈死嚟呃我哋，你系水仙漫乱。跟住，睇你走去边。快停吧！你走啦！快入嚟！翻到嚟先唔知，我哋应该安全啲啩？呢个高手如云，净系一个三德师兄够佢有排打啦，怕佢咩？你唔好讲得咁轻松。其实你系真人不露相，一路都喺我哋面前诈傻扮懵。师兄武功咁高，都从来未见你显露过嘅。出家人四大皆空。世界争强斗胜，师兄你武功咁高，但系喺寺里边仲愿意俾人呼呼喝喝，你个心唔觉得难受嘅咩？如果我有你一半咁好武功啊，早就唔使怕呢怕路咯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系为咩出家嘅？你讲嘢从来冇半句认真嘅，我哋点知啊？我族家姓梁，叫余德，原本喺广州西关开档铺。因为吴金森，我哋嗰度有一个武馆教头白飞龙，平时敲诈，所以出手将佢打死，至走嚟少林落法为真。咁多年嚟，平日我系食斋念佛，心境平和，冇晒戾气，凡事系得过且过，从来唔同人计较。有啲人。的确将我当系个糊涂蛋，我都费事同佢哋讲。我哋又唔会啦，我哋一睇就知道师兄系高人啦。高人师兄，既然武功咁高，你教我哋啊？去教你武功啦！我边有本事教你哋啊？你唔系冇本事教，你唔教啫。你都知道李巴山而家逼得我哋几紧噶啦。如果我哋冇翻咁上下功夫傍身啊，以后麻烦啦。唉，我讲嘅真话，你哋唔教都得，你帮我哋出手。重创佢亦，喂，师兄你点啊？做咩啊？师兄系咪我拍伤你啊？师兄，你如果有咁嘅能耐，我就唔使挨李巴山嗰一掌而受伤。老实讲，头先我接李巴山嗰一招，已经用咗九牛二虎之力。如果我同佢正面交手，唔使二十招，肯定要见佛祖。师兄，今日冇事啊嘛？你放心。我仲要帮少林担嘴重在三十年，又点可以而家瞓低？有人硬闯少林，唔通李巴山父女？快啲同我叫方世玉出嚟！方天，竟敢硬闯少林，伤我门人，
我哋两父女嚟嘅目的系为咗捉杀我女婿嘅凶手，但系呢个弟子唔俾我入去，咁就唔怪得我哋两个啦。你以为少林系咩地方啊？你话要嚟攞人就攞人，我理到系咩地方？今日你哋如果唔交出方世玉，咪怪我李巴山唔客气，我会铲平你哋少林寺。狂妄自大，本座睇你有咩能耐。来人，阿八落开阵。系。停手！参见方丈，参见方丈。李师弟，多年冇见，睇嚟你嘅脾气同以前一样咁急躁。志全师兄，别来无恙，睇嚟你越嚟越似个得道高僧，相由心生。如果可以消除晒戾气，人人都可以得道。人生在世，应该争雄竞逐。如果冇雄心霸气，又点会成大业青英雄啊？当年我哋六个人摆喺行忍恩师嘅门下，可惜就系因为大家意见唔同，你哋三个人就改投第二派。够啦，我今日嚟唔系同你叙旧，我只要你交出方世玉。师弟，点解要对本门一个俗家弟子咄咄相逼？你杀咗个女婿雷老虎，炸死嚟咗少林，我要亲手杀咗佢。哦，咁问师弟一句，令势喺边度遇害？喺杭州嘅擂台上。阿弥陀佛，按照江湖规矩，擂台比武生死各安天命，何况死者而已。师弟，点解仲要冤冤相报？你都讲得轻松，我老爷惨死，我非要方世玉填呢条命不可。小华，唔准你掌柜无礼，费事人就话我哋唔识江湖嘅规矩。杀人填命、欠债还钱，系天公地义嘅事。同江湖恩怨无关，师兄如果有心阻拦，睇嚟都讲唔过去。但系方世玉而家已经系我少林弟子，在情在理，老衲唔可以将佢交俾你哋处置。咁你有心包庇佢啦？方世玉既然入咗我门下，老衲就唔可以唔理佢嘅生死安危，否则我哋就愧为人师。简直废话！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睇交定唔交？老衲恕难从命。好，你全身同我作对。我哋少林寺人多势众，我哋今日系占唔到便宜嘅。善哉善哉，师弟，得要人处且要人，你即管包庇佢啦。我李巴山唔会就咁算数嘅，你睇住嚟。